欢迎萧亚轩。大家好，我是 Elva 萧亚轩，好久不见，很荣幸参加今天的金曲盛会，听到人叫我名字，嗨，习惯了。其实我今天来是来看一下高雄巨蛋，为接下来演唱会做一下准备。回到正题，我记得当年我是新人的时候，姚谦谦哥老师从来没有帮我报名过金曲奖，所以我从99年出道之后发行了16张国语专辑，从来没有入围过。但现在我站在这边，我很感动，因为台下这么多的音乐人，还有这些超级棒的女歌手，